走，收家具。这是我们的家伙室。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文师傅的一天。我文不讲啊。你跟你妈两个来看你啊。还是有安全意识啊。我们上午嘛，我送到沙发回来再送你个嘛，好吗？好。爬爬上来哟，我觉得爬不得行了。空车啥儿？那边有那么重的吗？哪里好重？哪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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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？哎，你把那后面看到我那个重的。你在天王，我们来了。哎，来，那边来了，龙。起来，人多力量大。要学快一点。哎呀，今天不还要给
这一行我要猜一下来吗？能不能你说开始啊，这是面包了。哎呀，东西不干净了啊，东西不干净了。有点有点挺有点也不点呐，你这哪个能做给你有钱的上老板交给我了，是花下来就交给老板要得小五七一个人吃饭完了，然后都是床了搞定了，然后准备上床了，看完好了，我老汉儿也快搞定了，我老汉儿也快搞定了，走了走去上床了，安床了应该叫上床，好乖约进去来嘛，开始了，他们明天要干净了，上完了是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，你也说是吧？真的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那有3000多，那哪钱都那么多，我扫微信吗？要得，扫微信，扫微信好些。哦，有有有有，我正好好没的有钱。一个TV。嗯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多？亚姐那边走了。啊，亚姐走了哈。亚姐走。好。还有一个送。哎呀，你要过到我今天送一程。走了，走了，别说。走了哈，有时间就到这来耍。要得，要得哈，拜拜。我老汉儿带走的是钱，我带走的是，我还有战利品，超多，超多的战利品。那些战利品不能撇嘛，还有石头那些小东西。我天哪，一直没有弄出来，留一颗嘛，留一颗可以
把我的身高拉高一点。只是说恩齐尔痛而已。哎，为了身高那儿痛算什么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然后就拜拜了。